把刚钓起来的鱼做第一步保鲜处理有很多种方式和说法。我去理解了各种做法后，整合出我个人觉得最人道、科学、简单、方便的方式介绍给各位。只要加一两个简单的步骤，鱼可以变得更好吃。原因我来跟各位说明。鱼肉有个叫做 ATP 的成分， ATP 可以简单理解成是美味的成分。那在鱼被钓起来后，会因为痛苦和挣扎， ATP 就会减少，所以我会增加个步骤是脑地，让鱼直接脑死。当然如果可以用神经地会更好，但我不采用，原因接下来我会说明。脑地和神经地的差别就只有在延后死后僵直的时间不同。为什么要延后死后僵直的时间呢？因为死后僵直过后就是腐败的开始，那脑地最长可以延后4到10小时，神经地最长可以延后24小时才会进入死后僵直。而且脑地步骤相对简单很多，不用像神经地还需要特殊的专用道具。接下来要介绍鱼钓起来后的处理顺序。第一步，一定要先让鱼瞬间死。就像刚才说的，鱼被钓起来会因为痛苦挣扎，好吃的成分 ATP 会开始大量的减少。而就算只切鳃，它在流血的同时还会继续挣扎好几分钟后才痛苦的死去。所以我为什么要说人道？其实这不只是心理层面的问题，对鱼变得好不好吃也有很大的关系。先经过脑地，鱼就会瞬间死去，就不再感觉到痛苦，也不会再挣扎，就可以减缓 ATP 的流失。但脑地的步骤很简单，首先要找到鱼的脑，可以先从侧线开始看。侧线是这样点点点连成线的样子，是用来感应水压和水流器官。在这延伸到头部的位置和眼睛的后方，鳃盖内侧线的上方，这三个点的交界处就是脑的位置。拿剪刀或是刀子等的尖锐物插进去转一下，彻底破坏脑部。那如果有捅中脑的话，鱼的眼睛位置就会自中，嘴巴大开，看起来就像是啊糟糕了的表情。第二步骤是切鳃放血，血放干净是很重要的步骤，因为细菌增长腐败都是先从血开始，也是腥臭的原因。切鳃的位置也是有学问的，切的位置是在鳃和脊髓这边的动脉，不要破坏到最靠近心脏的动脉。心脏是在这边下面，虽然鱼已经脑死了，但心脏还是会继续动。如果切掉最靠近心脏的动脉，血压一次下降太快，微血管的血就不容易流出来，所以只切鳃和脊髓中间的这个动脉就可以了。切好后再放进水里摇晃1分钟，让血就不容易凝固，可以把血排得更干净。但你直接放着放个5分钟也是可以的。第三步骤就是放入冰箱保存。如果只是把鱼丢进一堆冰块的冰箱，不是不行，但会造成鱼肉冻伤，口感跟味道都会降低，而且冰箱会变不好清理，因为有鱼腥味什么的。所以最好准备夹链袋，把鱼装起来再放进冰箱，这样可以保护鱼肉，避免碰到融化的冰块水。因为海水鱼碰到淡水，会因为盐分逆渗透的关系，鱼肉会变成水水烂烂的，口感非常差，所以建议用夹链袋把鱼密封后再放入冰箱。冰箱中摆放结构，我建议可以这样：下面放自制的保特瓶冰，中间放冰砖，上面再放鱼。这样好处是可以重复使用，冰块也不会过冰。要保持鱼的鲜度的话，最好温度是在5到10度的范围。好了，以上是在钓鱼现场的保鲜方式。如果要把钓起来的鱼当食材使用的话，就有责任把它用到最好吃的状态。简单几个步骤做出最好的保鲜方式，再做出美味的料理，才是对生命的尊重。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。